我是鱼豆，好久没有玩医生妹子了，这把就用医生妹子欺负欺负监管吧！呀呀呀呀呀！队友这是啥意思呀？这是在跟我比招鬼体质吗？哼！还有人敢跟我比招鬼，那就让给你好了。嘿嘿，你是招鬼，我是斗鸡，保证把电机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。可以啊，妹子，我这都学完一台机了，还没有招鬼。哇，竟然真的去找你了！这招鬼体质，斗爷我服，以后我就带你玩。嘿嘿，那个，我可不是幸灾乐祸啊！你招鬼来我修机，你捣乐来我救你呗。咱俩在一起，这不是稳赢的吗？再说斗爷的救人能力，那可是杠杠的，保证把你安安全全的送出大门。不信斗爷，这次我就来救你，我来了，快放了我的队友！哎呀妈呀，脑瓜疼！哎，不管了，先救人吧，快跑呀，管不了许多了。哎，他不是在追我吧？哎呦，医生妹子又倒了啊！你可真是招鬼呀！哎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夸下海口，坑了你。但是我跑了呀，呵呵，还是赶紧找个地方治疗一下吧。大门开了，赶紧去开大门啊！开完门就去救队友。哎呦，这个照相的怎么传送过来了？怎么就这样出现在了我的身边啊？完了完了，快跑呀！看我神神跳跃，我闭着眼，嘿嘿，没打到吧？砸个板，我再跑，敢追我，我还要救个队友。嘿嘿，叫我这么皮，有本事打我呀！哎呀，队友被救下来了，我还想秀一波骚气的操作呢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回去开大门吧。呀呀呀，冒险家又被打倒了，这次应该是飞了，完了，就剩我一个了，赶紧开门啊！哎，我还不开门呢，小约瑟夫来追我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再见，人类，跳地叫喽，拜拜！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解除招鬼体质呢？可以留言告诉豆豆哟。还有啊，记得点关注呀，爱你们么么哒。